有没有偷吸过别人内裤？他点头，记住你家的朋友。Oh my god！ 他不回答，他就是啊。有在电影院干过坏事吗？被吃还是吃人家热狗？都有，很难脱哎、欸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他一直在看呢、欸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全部通知。本节目由加岁影像制作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播帝，又到了精彩的写真开箱时间，而且今天是双人写真哦，欢迎今天来宾小米还有 Hank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米。大家好，我是 Hank。两个都比尴尬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我觉得刚刚开房前不是这样的，还蛮活泼的，现在立刻就很僵硬，暖身一下好了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打开你们的筋骨，给大家看一下你们肌肉。他看得到了，你看他炸胸哎、欸。好过分哦！我想看小米摸他胸部。啊，对啊。好，我没有吃人家豆腐哦，是小米吃的。假货。那今天因为有来宾是新来的，所以我们要针对他下手，就是 Hank。你在 IG 的 po 文都超级撩，我看到有一则，我觉得你很过分。你是穿着一身的白袍，然后把 T 恤拉起来，露出他巨大的胸肌，然后说。来哪边痛？这世界上分两种人，一种是看到医生就不痛了，一种是看到医生就痛了。你是哪种人？你哪来这么多色情的文案？这是真的发生啊！就很多人就是来突然间就不痛，啊来突然间就很痛。你是哪一科的医师？牙科。牙科，所以他本来哪颗牙齿痛，他看到你就是摔晕了吗？就不知道哪颗牙齿痛，因为他一直盯着你的胸肌看吧。因为你看诊的那个角度是蛮接近的吧？他还边流口水耶。你说病人是不是口水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？那你平常会这样撩人吗？不会。你不会吗？那我想看你现场撩小米耶，你帮他看诊看牙好不好？我们好，我们就是要演一个戏，就是小米牙齿痛来看医生。好，五四三的 action。今天哪颗牙齿痛？啊、右边后面那颗。好了，为我们展现了尴尬的最高境界 ，EST 等级，谢谢。我决定要来开始聊写真了。他们两位主要是推出了这本叫做《极限的写真》，小米要介绍一下怎么买吗？他说以下的链接。太复杂了。好，我来介绍好了，就是除了这本写真呢，还有另外两本别册，他们一人各一本。然后至于那个购买的方案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你们自己到链接里面。康成说这两本非常非常的精彩，我是以一个就是印着的方式看完的。哎、欸，我很想问你们两个这样子一黑一白，摄影师是不是很难下灯光啊？对，我们一直在调灯啊。然后再来，我也还蛮喜欢这一组的。有去那什么某个主题夜店的小毛巾之夜的感觉，应该有听过小毛巾吧？有，就是圈内蛮有名的一个 bar 的活动，而且这个是什么色情的知识可以告诉我吗？扑倒在身上，是摄影师要求啊。好喜欢这个哦，狗狗在吃米包，这敢丢？安尼敢丢？它是什么？就是奶油犬吧。你是不是在这里放奶油？它是柯基。对啊，不是奶，你知道奶油犬是什么吗？知道啊。对，这是一个奶油犬的行为、欸，哎，可能它就是米包犬吧。好、oh, ，OK， 米包犬，而且它的身形应该跟米包蛮类似的，不是偏粗。什么东西？这个很浪的感觉，很浪的感觉。这有浪不是吗？我没有乱讲啊，很浪的感觉。欸、我好喜欢这种泳裤，每次都很想把它打开这样子。他可能就是为了让人家打开，所以设计那个、嗯。那你就会被棒打，然后继续冲。好双关哦。哦，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，这是什么样的概念？鞋带吗？是 Nike 的广告还是什么？就觉得是运动品牌的广告，很好看哎。你们两个第一次坦诚相见，就是拍这一本写真吗？对。哦，因为第一次见面。第一次见面就拍这个，花多久时间熟悉对方的身体？我们那天拍了7个小时，你有熟悉了吗？还没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好看哎、欸，我最爱的是这组，这也恰巧就是你们的封面的造型，很趣味。所以未来如果整根露出，你会害怕吗？
块。不我没有挖头可以跳哦。所以是可以的吗？不可以。好的，然后我还蛮喜欢这个啦，我很喜欢穿胸甲的照片。你个人有私藏胸甲吗？我其实很多哎、欸。真的、喔？你这骚货。为什么？那你买？有吧？你的 IG 不很多 ，IG 胸甲还好。对，还好，真的还好。可是我觉得胸甲很好看呢、欸，修复很厉害。对啊，就整个乳头，看起来想捏他一把。没有，你自己说，小米自己说，这张是不是很令人有遐想？对啊，我就觉得哇，而且你会你有试过 BDSM 吗？没有。你感觉很适合哎、欸，而且它很适合穿那种紧身的黑胶，然后被调戏。怎样？只有我有这个幻想是不是？太多了吗？你们都拍照，不要跟我说太多了。跟摄影师搭的。好，所以你平常没有这些幻想吗？嗯，这个好好看哦。所以这听说这组姿势很难摆，是不是？很难摆啊。怎么样痛苦？位置要调好哎，就是要刚好，就要吻合那个缝隙，是不是？那你的那个下体，是与人家紧密的接触着吗？确实啊。被接触的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、啊。你没有料到会听到这个答案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场再让你感觉一下舒服、啊，你坐他腿上感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现场可以模拟这个姿势吗？太难了吧，一点点就好，类似的 feel 就好了。就是你往前那边趴一点。他脚是什么感觉？你脚跨过他的脚。脚。对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你不要摆出一副被干的脸。好了，尴尬结束。比刚刚开场更尴尬，对不对？我最擅长捕捉尴尬的时刻了。好嗨，小米的屁股是仙桃臀，就是骨盆前倾。对对对，骨盆前倾，我记得这一件事。还是我现场检查一下屁股，两个人站起来背对我一下，借我碰触一下你们的下臀线哦 ，sorry。哦好，嗯。小米的屁股胜出，掌声鼓励。这一本这么精彩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下面这个才真是吓坏我。有吓坏吗？我真的吓坏。你要先看谁的？好。哎、欸，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种西装的感觉。我比较变态，会不会有人跟我约，然后他就穿这样子来，我会觉得很好看。我就慢慢的肢解他的衣服，然后呼唤他觉醒。我用词比较隐晦一点，又怕被 ban。接下来就真的觉醒了。你看他想长是不是？这个是哇、哦，这个很厉害呢。没关系，我会马赛克。你就整，而且还手，我觉得这张最坏的是因为手还伸进去，把它再就是弄得更立体，就是有点想要操作什么的感觉。现在害羞吗？什么赛车电动吗？就是摇杆。哦，这个。你是我有弯吗？你是弯曲的根茎类吗？茄子啊，不是弯的，可是看起来有点弯弯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必须要存在于内裤之中。OK， 弯弯月光下，是这个我要被王心凌告了，是有打发的状态，蛋白打发的状态，还是没有半发？半发，我好喜欢那种半发的感觉哦，很饱，我喜欢饱满的感受。大过于就是它看起来很长，饱满对我很重要，会吗？就是什么东西都看起来很饱满啊，气色啊，脸颊，你在修什么？你自己本身最饱满，你还在那边怎么？你不喜欢饱满的吗？喜欢，还是你喜欢孱弱的？最坏心的这种，这个很好看。你说哪个？就这种啊。这个很经典，我喜欢这种经典款。对，我喜欢这个经典款。大家想要看到它的形状，就是看这个就对了。一如上一本一样，好多泡泡。小米好爱洗澡，爱干净，所以它这么白。这个真的不能播出。哦，你说？对，它有东西露出来，它的本体露出来，露出肉色。我们在播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们是看不到任何，就只能看到现场我们聊天的他们两个的表情的特色。但是是它是有本体露出来，你自己在我们面前这样，你会害羞吗？
比直接裸露给我们看更害羞，对不对？那他直接裸露。我也很想看，你想看是不是？小米，你要回答他，他问你可不可以看？试下聊。那我也要参与他，硬。好了，你们昨天有去 locker room 表演是不是？好玩吗？可怕。怎样可怕？被高高过甩来甩去。两个都被甩来甩去吗？对。是不是抱起来那样丢，就是丢到别人那边丢完那种，不然怎么甩来甩去，扛起来旋转，就是扛起来然后甩在地上。那你有尖叫吗？没有。然后再来，我要帮我自己以及观众谋一点福利了。那我们有可能现场看大家的内着吗？欢迎两位，米包跟汉堡。汉堡，Hank 的包包，汉堡包，米包跟汉堡包，呜、哦，嗯，这很难脱哎、欸，好、啊，这样就好了。他被看了，他一直在看哎、欸，好了，这可以撑起来了。好，谢谢阿贝，注目的眼光。对啊，好了，最后一个单元。就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的二选一，轻捏还是转啊转？轻捏。好，鞋袜还是原味内裤？鞋袜裤。泳池还是电影院？电影院。哎呦，提早缴械还是卡蛋出不来？卡蛋出不来。脸上还是肚皮？脸上。你是疑问是？脸上还是肚皮？脸上。好的，蛮一致的两位，那我们一题一题来。检视你们答案，轻捏还是转啊转？两个都选轻捏，是不是？转很痛啊！有的人就喜欢他转呀转呀转这样子啊，是吧？转哪里？你还能转哪里？当然是转乳手，还有转别的地方，那也太可怕了吧？有人转你的龟手，很可怕。哇！OK， 我是针对乳手，前面转耳朵了，那宝贝过来，转。然后对方还是啊，这样这才奇怪吧？最后变成猎奇影片吧。然后再来就是鞋袜还是原味内裤，一个是鞋袜，是不是？一个原味内裤。你会闻鞋袜吗？啊，不会闻。可是我如果硬要吸的话，就是吸猫吸狗以外，这两样选择就是硬要吸吗？对，鞋袜、内裤。有没有偷吸过别人内裤？在别人不知情的状态下，生命中有没有这种经验？他点头。他很屌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你会吸自己的内裤？就是有时候 so creepy， 这比偷吸别人内裤还可怕。所以你有偷闻过谁的内裤？是很久以前的同学吗？不是同学，朋友类的，借助你家的朋友。Oh my god！ 他自己帮人家补剧情，他不回答就是啊。好，就是这个答案。我们往下走，你们要否认对不对？好，他们要否认，就是他家朋友的内裤。好，泳池还是电影院？两个都选电影院。有在电影院干过坏事吗？有。最坏的程度是什么？吃热狗。嗯。被吃还是吃人家热狗？都有。好，电影院吃热狗很正常吧？对啊，那你呢？没有。你没有？那如果有机会，想要试试看吗？不会，我最近有听到一个人是在电影院就进行，就是把热狗放到大汉堡里面的动作，这样不能叫哎、欸，很痛苦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那个面包会烫，太烫也不能叫啊，会烫伤。提早缴械还是卡蛋出不来？你们都是选卡蛋出不来，嗯、为什么？不出来不是很脏吗？不准，就是很郁闷，就是出不来、啊。OK， 所以你可以不做完没有关系。你也是。最后一题，脸上还是肚皮？两位选的是脸上。嗯。都有过经验吗？嗯。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？郁闷的脸，看好久没有面，好久没有敷面膜了。对啊，好久。那你多久没敷面膜了？两周以内。两天，你两天前才敷过面膜，我们看一下你，你敷人家面膜，好，你喜欢敷人家面膜，有征服的感受吗？
那在敷之前都会说什么？我们先帮你做一下马孔的清理。我看你马孔有点扩大的迹象，我需要帮你紧实一下吗？他刚刚到身体扭曲，没有办法接受访问。你是不是觉得上我节目很痛苦？他很诚实哎，我录你们两个很开心啊，我很久没有这么，就是把来宾弄得这么尴尬，我好喜欢那个感觉哦，永远可以带给我最大的快乐。最后，对，我们要追求什么？尴尬的极限。我有没有很厉害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很会啊。我们追求的是尴尬的极限，但是这本里面有给你就是性感的极限，好不好？性感是没有边界的，但是我们努力给你最极限，就是给你看到头跟一些根部的部分。那最后有什么想要对观众说一下的吗？叫大家订阅我频道。好，欢迎大家订阅。传播地的频道哦，那可以讲一下，可以讲一下话。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分享传播地的影片。好，我们在尴尬中结束访问，谢谢。史上最尴尬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like it and share.